是二妹呢？不要乱说，知道吧？不要乱说，不要乱带节奏。什么叫勾起我呀？勾起我！我的天哪！我想都不敢想象，知道吧？我想都不敢想象，你们不要乱说，有些话不能乱说的，知道吧？不要带节奏。什么勾起我呀？我的天哪！不要勾起我，他骗你们的，知道吧？不要相信他，知道吧？我也已经不相信他了。因为一次是这样子，我也不相信他了，他是乱说的，不要相信他。知道吧，家人们，不要相信他。感谢点赞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谢谢素人墨镜，谢谢。家人们晚上好，直播间1000多人来，马上2000人，咱们打一波上人，分享一下粉丝群，谢谢。扎西的嘞，扎西个的嘞，感谢点赞，谢谢。加油，加什么油啊？加油！对，打一波杀人。化妆了吗？化妆了呀，对，化了一下嘛。我那个拍艺术照嘛，拍艺术照就化妆了嘛。我去拍了几张艺术照，给自己留个纪念，对吗？年轻的时候，我怕以后老了就想拍的时候也没有原来的那种帅气了，所以现在刚好年轻的时候给自己拍2张照。然后你们不要带节奏，什么二妹怀孕了，什么我要当爸爸了，不要说这些，知道吧？他乱说的，知道吧？他说的你们相信吗？我阿伟都不相信，你们相信啊？我的天哪！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如果说她真的怀孕了，号召是我的，对不对？那要有证据啊，对不对？我都没有碰过她，怎么可能？哎呀，你们不要被她带偏了，知道吧？我都没有碰过她，知道吧？我们两个最多就牵个手，拥个抱，怎么会？哎。我都没有跟他发生过关系，怎么会怀孕嘛？我的天哪！你们吃瓜吃的是真的是甜不甜啊？你们，我知道，家人们，我今天他那个直播录屏被粉丝发在我群里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去瞄了一下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会相信他，知道吧？我不知道你们会相信他，没想到你们会相信他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不要相信他。我喝醉了也怎么可能这样子嘛？我喝醉了也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嘛？这是他乱说的，知道吧？他有一次来接过我，但是我喝醉了，对吧？我睡着了，他就走了呀，对不对？我哪有去？哎，你们是不是想黑我啊？还是二妹想黑我，然后就用这种方式黑我？不要黑我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不要黑我，不可能的事情，知道吧？我化了妆看得出来吗？化了妆确实化了一点啊，因为要拍艺术照，然后就给我化了妆，但是呢也没有去卸妆嘛，是吧？是真的，不要开这个玩笑啊，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小事，不要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对，不要用这种事情来开玩笑，这个东西不能开玩笑的。二妹怀孕了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小事儿，她怀孕不怀孕我不知道，但是不能扯到我头上来，知道吧？因为她现在她都要结婚了，对吧？都订了婚了，要结婚了，那肯定怀孕了，这个是正常的，但是不要扯到我头上来。我阿伟不是说不负责任怎么样，对吧？你们也知道这种情况，对不对？我还怎么相信他？我会相信他吗？你们觉得？那永远都不可能，知道吧？而且我都没有碰过他，我怎么会怀孕嘛？我的天哪！你们这真的是……我今天直播就是专门说这个事情，知道吧？因为很多粉丝给我发私信，
知道吧？我很烦，知道吧？你们老是说什么我要当爸爸了，我的天哪！不要乱说，说话要负责任的，知道吧？他已经订婚了，对不对嘛？都要结婚了，你们说我还有什么，对吧？还有什么说的吗？这个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还有什么说的吗？对不对？而且他还有前男友，对不对？那他怀孕了是正常呀，对不对？但你们不要扯到我头上来呀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嘛？我跟他没有发生过关系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嘛？对不对嘛？你，哎呀，二妹说是我的吗？家人们，二妹她说是我的吗？啊，你们相信她吗？我是不相信她，你们相信她吗？不要乱带节奏，好不好？求你们了，啊，不要攻击我，不要网暴我啊！我很累，知道了吧？我今天好不容易化了个妆，你看这帅气的坐在你们面前，你们既然这么说，我当爸爸了。那当爸爸的人都自己不知道自己当爸爸了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我的天哪！直播间3500人，马上4000人了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我当爸爸了，那是一件开心的事情，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当爸爸了。我跟他都没有那个啥过，对不对嘛？那怎么可能嘛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对啊，我今天帅气的样子，帅不帅嘛？你们说帅气的样子，我只想开开心心的跟家人们聊聊天。哎呀，二妹她可能你们老去骂她，然后她说她压力大，她就乱说，知道吧？然后你们又跑来，对，知道了吧？反正不要相信她就行了，好吧，家人们，她怀孕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对吧？我有一次确实是喝醉了，然后他把我送去休息的，但是没有发生关系呀，对不对？我再怎么喝醉，我应该我自己知道的呀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对吧？我第二天起来了，我一个人睡在床上，那怎么可能会，对吧？那不可能的嘛，这些话我也不想说，知道吧？因为这太污了。知道吧？这些话在这里说这些真的没意思，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带节奏，知道吧？主要是你们都去骂二妹，所以不要去骂，我都跟你们说过不要去骂她，骂她了到时候她又给我搞麻烦的事情，知道吧？不要去骂二妹，知道吧？你们为什么要去骂二妹嘛？你们骂她了她承受不起什么，到时候这样那样的什么也在说，我承受得起吗？这样子对不对？那全都是节奏，你看。来，直播间3800人，马上4000人了。你们说阿伟说的对不对？对就打个对，对就打个对，好吧。然后给阿伟站上点一下，好吧，站上点一下。对呀、啊，你说二妹怀孕了这个事情，我能理解，我也跟他说一声。恭喜你，对不对？恭喜他，但是你们不要搞到我头上来，知道不？说什么、是我的，或者什么？哎，这我要，你看你们还说我要当爸爸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当爸爸了。你们再这样子给我整的压力太大了，我晚上我又去喝点8+1了，那就只有。我今天是拍那个艺术照，然后呢就化了一下下妆，但是福子提了嘛，就像18岁一样了嘛，那就对吧？二妹，你们叫她二妹，不要乱说，知道吧？有些话说了是要负责任的，不要乱说，知道吧？不要说什么。
孩子是我的，怎么样？不是我阿伟担当不起责任，而是如果是我的孩子，那肯定是，对不对？肯定是我要负责任的，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。但是不可能的，知道吧？不可能的，我跟他都没有发生过关系，哪来的这怀孕嘛？真的是，哎，这些事情呢，我也不想在网络上说这些事情，大家也不要去说这带这些节奏，好吧？好不好？没有乱说，没有乱说吗？那他肯定是乱说的呀。对不对？那不可能，对吧？哎，我都搞不清楚啊，家人们，说实话，我都搞不清楚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了这些事情，真的。那二妹怀孕这个事情，真的，这个就麻烦了，真的麻烦了。她真的怀孕了吗，家人们？你们确定她真的怀孕了吗？那真的麻烦了，那这个就麻烦了，真的。那恭喜她嘛，对不对？恭喜她嘛，不要恭喜我嘛，你们，恭喜她就行了嘛。恭喜我干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她怀孕了呢，那她都要结婚了，那她跟她男朋友怀孕了，那这不正常吗？这不。那你们要恭喜他，不要恭喜我大爸爸了。大爸爸的是别人，不是我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大爸爸的是他那个男朋友，不是阿伟，知道了吧？我本来我都这两天都调整好自己了，都越来越好起来了，要就走出来了，越来越。你们又给我怎么整一次？哎呀，这。大爸爸的是别人，是他的男朋友，不是阿伟，知道了吧？你们，我现在好不容易走出来了，对吧？我都放下了，走出来了，你们给我走这么整一出，那我又怎么搞嘛？那我这，对吧？我今天晚上不得要去喝点8+1，不然我这心里难受啊！人家都大爸爸了，我心里难受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嘛，家人们？直播间4300人，马上5000人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吗？那二妹跟人家都当爸爸了，那我心里肯定难受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人家说的很清楚，她的那个前男友他们两个都回去订婚，然后都结婚了，可能都结了婚了，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反正我提出是订婚了，结不结我这个我还不清楚啊。什么时候结婚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但是她自己说她怀孕了，那肯定是真的怀孕了啊。然后呢，大爸爸的不是我，知道吧？大爸爸的是别人 ，honest， I fuck you， 真的是，大爸爸的是人家的男朋友，人家的老公，阿伟算什么嘛？阿伟，对不对？你们又走到我头上来，我这接不住啊！我这一出，你看这节奏这么大，我接不住啊！我的天哪，大哥们，打一波正能量吧！我真的接不住了，我要疯掉了！我真的接不住，你们节奏太大了，打一波正能量吧，打3个字正能量，真的不要节奏那么大，好吧？我接不住。那我们一起恭喜他，好吧？去二妹有时候直播的时候，我们去他直播间打一波恭喜二妹，啊，恭喜二妹中奖了，对吧？对，当妈妈了，当爸爸了，但是不要来我直播间带节奏，跟我没有关系，知道吧？他的事是他的事，我是我，知道吧？你们要恭喜他，二妹，你们老是去他直播间骂他，知道吧？他直播都直播不了。你们骂他，他肯定就说是把责任推到我头上来了，知道吧？他一直播，他就说你们就老是骂他，他就说，是阿伟哥的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嘛？他这么一说，你们又来整我了，整整整，
我都没有，我最多就跟他拥抱过，牵过手，哪来的怀孕嘛？我的天哪！我又没有跟他，哎，拿到一句一句的跟你们说吗？我又没有跟他发生过关系，怎么来的怀孕嘛？我的天哪！哦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当爸爸了，真的。来，直播间4000多人，马上5000人了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就给我打个对，来。觉得阿伟说的对的打个对，来。你们不要给我带节奏好不好？压住压住，奥利给。喝醉一次，喝醉了我也不可能这样子的。我阿伟是这种人吗？真的，我的天哪，这我是有素质的人，怎么可能喝醉了就真的？那不可能嘛，对不对嘛？那永远都不可能。我喝醉了，我也不可能。哎，这么污的话，我也不想在直播间面对这么多家人们面前说，我知道吧？但是你们非要逼我说，我喝醉了，我也不可能碰他的，家人们知道吧？我再怎么大片也不可能那个的。有一次是有一次，他来那个我喝醉了，然后那个，但是我醒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呀。如果说我跟他发生了什么关系的，我醒的时候肯定他也在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也没有在啊，就我一个人啊，那怎么可能嘛？你们不要乱带节奏，求求你们了。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接受不了了，好吧，我真的接受不了了。节奏这么大，你看公屏上全部都是，你们全部都要说话吗？平时都你们不说话，这个时候你们说这么多话，我的天哪！第一，我跟你们说，第一不可能，你们不要去相信他。第二，如果真正的怀孕了，如果是跟我阿伟有关系的事情，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。但是这些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，不是说二妹两句话那事情，知道吧？两句话就是这么一回事的事情。如果真正的怀孕了，是我的，啊，什么我的，你的，哎，如果我去调查清楚，是跟我有关系的，哦。你们不要带节奏，我求你们了，真的。你们老是在那里带节奏，然后我又说错话，你们又笑我，这是干什么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是，这个事情啊，第一不可能是真的，因为我再怎么断片，我也是有分寸的，知道吧？我不是那种，哎呀，大家不要误会我好不好？不要误会我，我不是那种人，好吧？第二，真正的，如果说是像你们说的这样子，像二妹说的这样子，不是说二妹几句话就确定这件事情了，我肯定会去调查清楚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或者就是跟我阿伟有没有关系，这些我都会去调查清楚的。如果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，那我飞都飞不头，对不对？那没办法，那我作为男人不可能跑娘玩儿都不要了嘛，是吧？那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件事情绝对是不可能这么一回事儿，你们不要相信他，我已经不相信他了。因为他骗过我，所以我已经不相信他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你们也不要去相信他，不要他说几句话，你们就去给我带节奏，真的，听懂了吗 ？Alistair，I'd fuck you， 真的，哎呀，我今天看到粉丝群，
全都是阿伟大爸爸了，大爸爸了，我是怎么大爸爸了呢？我的天哪！啊，搞得我很懵逼，家人们，这也太突然了嘛，怎么可能大爸爸了，对不对？恭喜阿伟，你们还在恭喜我，我的天哪！不要恭喜我了，好吧？不要恭喜我了，我没有大爸爸，不要恭喜我了，好吧？这件事情咱们先不要着急，好吧？不要着急恭喜我，先调查清楚再说，好吧？先调查清楚再说，不要着急恭喜我。而且二妹的那些事情太复杂了，我也，哎呀，真的，说实话，你看这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，我到底我怎么去相信他嘛？对不对？我怎么去相信他嘛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去带节奏，好吧？不要，先不要着急恭喜我，好不好？那万一是人家男朋友的呢？那这个怎么恭喜？哎呦，好了，不要说了。这件事情咱们就不说了，好吧？不说了，因为真的，说实话，这个事情，你看我都变瘦了，我之前是。脸上这些都有肉的，现在变瘦了，看到瘦了十几来了，你们还恭喜我，对吧？反正我已经不相信二妹了，她怀疑这个事情是可能是真的啊，因为她不可能拿她自己各方面来开玩笑，家人们，所以百分之百是真的，她怀疑了这个事情，但是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但是这个。孩子的爸爸不是我，知道吧？不是我，搞清楚了。你们要去恭喜二妹，不要来恭喜我。孩子他爸不是我，知道了吧？爸爸，我的天哪，我受不了了。你们不要着急恭喜我，事情搞清楚之后，自然而然会那个的，知道吧？我们都不知道。情况是什么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万一这个孩子是人家那个男朋友的呢？那我这不打脸了吗？你看这都好尴尬呀！你们这就是给我戴绿哦，不是戴绿帽子哦，给我绿了都，这都是把我给我戴绿帽子了，这哦不是，这也不是哦，这应该是。这个怎么说呢？是前男友的，对啊，你看粉丝都说是前男友的，你们非要说是我的，这搞得我都这。是不是卡了，家人们？是不是卡了？是不是卡住了？卡不卡？是不是卡了？刚才卡不卡？手机有点烫，不卡是吧？不卡。你们看得到我们现在卡不卡？卡了吧？我下播了，卡了，是不是卡了，家人们？卡了没有？看得到我吗？不卡是吧？不卡，你们就不要带节奏好不好？不卡就不要带节奏。那孩子是，哎呀，那个事情跟我没有关